个非常大罐这个 Divinia 的氨基酸深层卸妆乳呢，来拍个照先。来，那就是麻烦挚友左手边美美的给大家拍个照。可以拿起来吗？可以啊。哦，你看跟你这样天作之合，超可爱的。中间 OK， logo 正正版。好，等一下累了就放下来，没关系哈。好，右边。正中间看完，右手边这边，今天呢，哇，天气放晴，感觉开心。好，来，再回到正常搭配，就是跟我们这个 Divinia 的全新包装非常的契合，也让大家呢真的回到家哈，就把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归零，也是我们这一次的青春大胆进攻一个最好的概念。好，来 ，OK， 秀一下，美美的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好，来左手边，你看嘛，美女一出来，大家就一直拍啦。好，来中间官方摄影看一下下，然后呢右手边这边再看一下下。好，谢谢挚友满足大家，左手边也不遑多让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瓶子先撤一下下，是不是？好，瓶子稍微休息一下，挚友本人单拍一下。好，来 pose 来 pose 来，开玩笑，我们方挚友是练家子嘞，什么 pose 不会摆，都很会。你看你看，马上 Q 就开始动了。啊 ，pose one， 右边。啊 ，pose two， 怎么样都可爱。使用的 Divinia 就是全面无死角，360度，东西水当当啦。好，来，右边，右手边稍微看一下下。啊，手叉腰是不是？好，正前方再停留一下下你的眼神。左手边给他们一点微笑，好啦，迷人迷人，电眼电眼，哎呀，翘脚是不是？哦，摄影到跟你要求很多呢，今天我们必须要从你这边再多加500块啊。翘脚是不是？翘脚大家喜欢的啊，脚勾一下，脚勾一下，就这样。哎，脚勾那个保持瞬间平衡有点困难，大家要赶快抢拍哦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小心，好 ，OK 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OK， 我们给这个挚友麦克风。小车车青春小霸已经正式的启动，从今天开始，6月14到6月16，我们呢会停留在屈臣氏的这个站外广场，让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快闪拍照、打卡上传的行动。哦，所以呢，整台青春小霸都是。Divinia 最新的包装系列，好可爱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挚友，右边。好，就麻烦挚友照顾一下大家的各方的摄影大哥们的视线。来这里啊，好，回来。碰到美女，大家总是会开的欲罢不能啊。好，就麻烦挚友一下下喽。请大家可以尽情的捕捉。来，挚友右边。接过来啊。好。真的是秋卡哇伊的，超可爱的。你什么高追？好，手进来一点点。哇，闪光灯此起彼落，方志友你怎么可以忍受人脉不眨眼啊？果然是专业的。好，来右手边稍微看一下下。好。啊，正前方再看一下下。好。迷人的感觉。在左手边。我们再拍摄一轮，好不好？好，好 ，OK 吗？好。挚友真的是一个配合度超级高的代言人，真的超用心。自己用了喜欢的商品，就要来诚挚的推荐给身边所有的好朋友、自己的粉丝们。好 ，OK 吗？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。好，来，对，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哦，大家一直叫他。好，来正前方看一下下。谢谢挚友啊，一直听到大家很欢声，都不知道该看哪里好。等一下下，那谁想喝？谁想要？对啊，会长。好，会长是不是？会长现在眉头深锁，他在谈一个几亿的生意。好，我们让这个 Divinia 蒂芬尼亚的代言人方挚友今天美美出席，再来拍摄一些可爱的照片。
另外呢，请大家不要忘记哦，我们这个为期三天 ，Diffinia 青春小巴都会呢停留在这个屈臣氏的西门店前的广场，让大家呢凭着店内不限金额的消费发票来到外头。